太大说一下，为什么熊熊忘记要怎么播放呢？真是糟糕。对，好吧，那我们就直接讲好了。好，那大家好，应该说是今年LAS总统杯，然后会站在这边是凯本健三的说，我们11月13号要打决赛，所以就想说，哦，感谢前排的，对，那其实今天来说是介绍一下，像我们目前做的一些情况跟我们可能需要的一些什么帮助。那在水议题来说，当然我们诉求是喝好水，吃好物有两句。那其实里面有21张投影片，那这个是为了复赛所做的一个总整。那这个总整来说，我们会有这几个议题嘛？但是呢，其实感谢刚刚其实有很多伙伴有来聊天哦。我一边会介绍这个投影片以外，然后一边讲我们目前这一段时间要干嘛以外，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议题不一定每个人他都有足够的动力去参与，因为有可能，大家你附近的所以基础建设或者说这个议题对你的急迫性其实没那么大的哦。那在GDV 或者说在一些技术社群的现场，其实不外乎是两个核心的重点。第一个跟就是我们对这个议题的动力有没有很深刻，然后我们有没有很急迫要去做这个。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啊，那议题都很多啦，包括我自己也是，所以说能够分配到的或者是优先权不一定能够完全全心全意的在这个议题或是其他议题上，虽然每个议题都有兴趣。好，那回到水议题来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跟很多团队、很多的 NGO、很多的政府机关，其实都有发现到一个问题，是我们以新竹的某一个居民 ，How X 啊，供电啊是 X 八，哦好，那就是 X 八。像他们在遇到的问题会是，民生用水跟经济用水的冲突，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怎么样去解决？那以及说，我们可能希望去做治理啊，做资料治理，做资料开放，但是在最根本的问题是最下面，当没有人搞得清楚，或者是说在基本的资料事情的全貌上，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们治理的好吗？或者说更直白的问，我们资料都没有，那我们根本连问题是什么，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全部还是局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搞清楚。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好，我们目前是有缺的，那有缺的资料我会去找问题，会去做，那你就试着先把这个基础连接打上来。那很多的东西是一直在努力，那也有很多的政府机关进来，不过这块比较没有什么好讲的，让我来看看哦。伙伴来说是这一页去说服大家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伙伴一直在做，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东西是在做资料的一个融合，跟我们每一个政府部门它有在某一个阶段有哪些资料，但是在它权责以外的其实是没有的。可是呢，对民众或者说对未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它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就像是在拼拼图一样，慢慢的把所有的地方的拼图拼起来。对，那重要性跟需求其实没什么好讲，就是这些拼图没有人去做，事情不会变坏，但是事情要变好，这个拼图就要拼起来。对，那现在急迫性不高，可是现在不做，它就像技术债一样，它就像 Lexico 一样，然后之后大问题就越滚越大，然后你就会处理不了。更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处理说10年前我们难以克服的问题，在现在来说，产官学研民众，我们都各有伙伴。那么我们现在的机会啊、条件，甚至我们的数位工具，跟我们目前，比如说救生团啊、林芝小学啊，或是我们一些工程师的协助，其实我们的条件是非常的，已经是齐备的了。在这一些问题，这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末端，你没有全貌，没有所有的资料，你的问题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更不要说以阴谋论的角度，有些问题是假问题，它是混淆用的，那知道的人应该就知道在做什么。这个东西是个口号啦，但是有口号背后，我们希望实质推动的就是参与、合作跟沟通。
直接我们现在像已经做好的有些现成的套件啊，然后跟一些水文或是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让它实现。实现完之后，这中间的过程，那我们希望借由会议的方式，这些资料全部整合起来，提出一些可以相关的解决方案。但是更简单的来说，就是苦工我们做完，资料融合完，在前期能够做一些视觉化的一些 demo， 那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有环境的意识，然后再去出发说我们期待大家更多的一个参与。那可能前期只有我们一些核心的伙伴能够去针对最困难的部分先去处理掉。待会会提到说，可能在11月13号前后，我们目前有哪些活动，那有兴趣的人可以来参加，不管会不会 coding 等等。目前我们的核心场域是以二合局新竹县的头前溪，那反正很多很炫的 module， 很炫的工具，但是这个每个背后都是血泪。好，那这个比赛用跳过，然后宣传用跳过，然后光明科技这些，其实大家不认同的话应该也不会坐在这边的，但是这些其实就是不需要再重复说明的部分。那我也相信大家其实都有志一同，只是各自在不同的议题做努力。那我们其实规划盘点完，对这些未来其实我们做的是基础建设的东西，水议题所有延伸的东西都会是我们所做的成果可以延伸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复制到所有的流域去，目前我们在头前溪流域，那之后可能先朝向别溪，再继续朝向其他的流域去走，那转单完成项目，这是已经有做的，对，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人一同去参与。后续在行动来说，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概念图，对，那有很多的后续的行动等等。当然因为是公司协力的部分，所以它的一些东西会比较多。我还有很多时间吗？为什么我的马表看起来好像快没有时间了？好像多赚了30秒。好，谢谢。未来我们的展望，我们希望从资料治理、资料融合下去扩大沟通跟促进合作。那在我们 LAS 这一边会做了很多这些前置的一个作业，那我们后续当然是希望复制出去，也希望大家的一个参与。那在待会我都会坐在 Wikidata 的旁边，有兴趣的人可以过来询问。那我们在26号、27号其实都会有一些活动跟我们 APP 的释出合作的一个操作跟流程的设计。对，那如果各位对水有一点点的兴趣，或是想知道我们资料处理上全台规模的资料遇到了哪些困难跟我们如何克服的话，欢迎来找我聊聊。那就是以上的简短介绍，谢谢。